好，我是陈启汉，我是《如梦之爱》的导演。我这部短片是讲关于关于约翰与银行女之间后面因为红衣案而发展出一段男女关系啦。来，那我在拍这期间，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有一场八字一下，我需要花费很大去准备两八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八字的那一场。然后在筹备过程中，我遇到最大的问题还是在选角方面，因为我需要因为比较会演的女主角和会演的男主角来撑起我这一部剧本，因为哈，我每场戏都是用这镜头来完成，所以我觉得男女演员的演技方面需要有一定的功夫来配合我的目标片。我也找不到工作。这点我也知道，但是这是银行的规矩。我今次已經不是第一次參加閒線的畢業製作了，咁好開心今次可以通過 Adrian 的介紹，俾我再次參加呢、這個畢業製作。咁、其實好辛苦啊呢部片，因為咧我係可以講係拍畢業製作入邊咧係第一次咧咁用心咧，係咪一攞到劇本嘅時候咧搏命去參考嗰啲啊？video 啦，跟住搏命去睇人哋嗰啲嘢啦，真係係。今次入邊咧，其實有一個好 secret 嗰一幕咧，我喺屋企真係有做過嘅。咁你自猜啦，係邊一幕？咁我咧就好多謝阿陳導啦，我也謝謝陳導給我這個機會演這個男主角啦。那麼在這個過程中，這個算是我第二次拍這個畢業班的這個作品。对了，觉得很开心，虽然一整天都好像没有休息过，但是跟整班演员还有制作人还有其他还有我的女主角都很开心。那么在这部戏里面呢，也给我真正的了解到在整部戏里面所要表达的情感，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所有的情绪。那么深刻最印象的呢，就是我从来不吸烟，但是在这部戏里面我要逼自己吸烟，但非常的开心呢、啊，最终也吸完烟了。OK 啊 ，Nothing。所以希望大家支持由陈启康导演执导的这部短片。大家都要支持我《如梦之爱》，我觉得《如梦之爱》可以让人家看到那一面啊，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影展，我的短片《如梦之爱》，为一班游戏大作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